用脚夹住哦，手要抓紧哦。对对。啊，你怎么脚都打开呀、啊？那这样才可以下来。因为你很紧张，对不对？脚要开一点点，让它自己慢慢的滑下来。整个打开。不是整个打开啦。紧张大于技巧。哦，这个夹得很漂亮。哦。哦。他就夹得很好，他这个没有夹到。你看他的脚夹这个杆子，像蛇一样这样子缠住。来，后退，后退，都后退，换别人，换别人。吴新义有看到吗？脚就像蛇这样子把它勾住，哦，这样子把它勾住。很少玩这个，刚开始玩会凹车哦。会凹车哦。换这个小 baby 坐电梯了。哦哦。好勇敢哦！吼、哦！哦，拢唔免出力嘞！他自己要去想办法。那个一个习惯，让他自己去习惯。难这样，至少休息一下。别人怎么这样呢？不好下。没有，你会怕啦。依依，你叫妈妈示范一次给你看。我会。来。现在没气力了，感觉要爬外面了。